No, 为什么字母 K 不发音 ？White, 为什么 H 也不发音？英语单词里怎么这么多不发音的字母？怎么快速记忆呢？今天教你一个口诀：七个组合是一家，其中半边是哑巴。也就是这七个字母组合里，有一半的字母是不发音的。第一个 ，KN 开头 ，K 不发音，比如 No。Knife. 第二个 WR 开头 W 不发音，比如 Right, Wrong. 第三个 MB 结尾 B 不发音，比如 Climb, Thumb. 第四个 WH 开头 H 不发音 Y, White. BT 结尾 B 不发音 Doubt.Debt, M N 结尾 ，N 不发音 ，Autumn, Column, 最后一个 S T L E 结尾 ，T 不发音 ，Castle, Whistle, 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一起学习吧。